76人队的登场。 我们看到超帅的 Mike Angelo， 刘禹锡 Rachel， 当然了，还有 Adam 范丞丞，很多诚心姐姐真的一直都在支持着他。那 Mike Angelo 确实是只有一个字，就是帅。OK， 现场的就是费城76人了。 Power pays off. Wow, 太羡慕这些幸运的球迷了，可以上场跟大家、跟我们的球星、娱乐明星展开互动。我也很想上场呢，其实我打的还可以。啊、，Rachel， 刘禹锡。 啊耶！你看，太帅了！啊、最后下场的时候揉了他的左肩，好像是有一点点累了。这就是范丞丞，诚心姐姐们很关心的范丞丞。来了中国有没有选好？Mike Angelo， 哎，现场的 Mike Angelo， 想看比赛。 你知道 Mike Angelo 今天在彩排的时候是没有化妆的，但是我觉得跟他化了带妆之后，感觉不错。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环节要给我们带来吗？好像最后一个环节我会在半场投球，哇，那个真的是进一个算捞着的，我估计可能比较够呛，也请大家不要期待啊。但是打进的话，这样现场所有的观众一定会给你最大的热烈的欢呼声，好吗？那很期待哦。谢谢。好，祝你好运。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雨熙，拜拜。好了，现在是开始了我们的三分远投的一个比赛，就像我今天说的。 飞一下，立刻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三分球大赛！加油啊，范丞丞！加油 ，Mike Angelo。Kevin顿，大帅哥 ，Mike Angelo。 啊，这位球迷也是很有特点的，看起来应该是挺有实力的，经常打球的，看他的肌肉线条还不错。好，大家准备好。啊，不知道 Aiken 跟 Mike Angelo 说了什么，Mike Angelo 看起来很羞涩的笑了。科文顿，好，命中两球了。 可惜，Angelo 在走红毯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了，他是个性子比较，怎么说呢？他很沉稳，就是记者或者是别人问他问题呢，他会不着急，然后慢慢的好好想一会儿，思考一下，特别的有意思，很可爱。 留给科文顿的时间并不多啊，5秒钟要投完吗？没时间了，5分啊，6分，最后吗？哎呀，太可惜了，这些其实后面的都没算，效率很高。
来看看，这一边是 Mike Angelo 在篮下这个点。可以开始了， Mike Angelo 采用的是一个上篮啊，上篮没有进，篮下一个小高手打进了，手感可以开始扔了，我的天啊，刘禹锡刚才是用背后进行投篮吗？一波篮球雨投完了，没有能够投进。还是没有，还是没有，像下雨一样，还是没有。看来时间不够了，我们达拉斯独行侠拿到了投篮之星的冠军。